系啊，都住咗十几年啦。咁应该都系啲三层嗰啲大厦嘅，即系我哋就住喺顶楼咯。咁顶楼应该有个角仔嘅，应该角仔咧就系个厨房啊，同埋有呢度有个露台嘅，有个平台嘅。平台呢度有个厨房，呢个厨房，咁系咯，咁入边就应该我哋得一间房，跟住就系个厅咁样咯。咁嗰啲嘢就系嗰啲嘢系我爸爸自己做出嚟嘅，啲家私。咁呢个厨房咧就系煮饭啊，咁咧我谂起咧嗰时，即系用煤嚟煮饭嘅，一个个煤饼，唔知点样画煤饼咧，总之要自己制造嘅，有啲煤啲粉去制造出嚟嘅煤饼。呢个系杭州嚟嘅，系啊。咁攞嚟煮飯，我諗我啲食得好普通啦，即係食下面，即係好普通嘅嘢咯，根本牛奶啊、糖都食唔起、飲唔起嗰啲。咁但係最記得就係落雪咯，嗰陣時有啲雪，即係有啲冰柱嘅喺屋檐下，咁咧又可以當雪條咁食嘅，覺得嗰啲感覺幾好，同埋有啲冰啊，有啲雪啊，咁咧就可以咧就攞嚟咧掟對面嗰啲屋啊，嗰陣時幾開心嘅掟得啊，但係香港就冇呢啲機會咯。咁但係屋企凍同熱係爭好遠嘅，即係可以去到40度高温嘅，咁咧就冇。好似有個風扇，我有個風扇仔嘅，係啊，但係咧個風扇仔咧就好嘈嘅，我依家都仲記憶好差，即係成日結結，即係瞓覺嗰陣時結結格格結結格，即係好唔舒服，係咁嘅嗰種厭惡下生活啦，因為你熱又唔得啦，唔可以閂啦，但係開咧就。太多嘅滋擾啊！夜晚瞓都瞓唔到，即係佢唔係好似香港嗰啲咁細聲啊！真係好誇張下嘅，即係隨時好似個感覺就快隨時會爆炸嗰種。細個唔識噶嘛，覺得好驚嘅。咁呢個風扇對我印象係最深刻嘅。咁其他就個櫃咯，係我爸爸自己做嘅。因为依家咧，我都知道咧，以前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即系柜都可以自己做。依家我谂下，我都识做咯，所以知道佢成个程序大概系点样嘅，做木工啊，大概点样做法啊？咁啊，呢个柜对我印象比较深刻咯。不过即系离开内地嗰时咧，就所有呢啲嘢咧。都是廢物，或者是不值錢，或者是帶不走。我12歲離開。除了這張這個櫃之外，都有一隻床的，好像不太記得了，應該是有一張很大的床，我們沒有床睡的，即這些是爸爸媽媽睡，我們好像睡在這裡，睡在地下的，是啊。我啊瞓喺地下所以咧对呢个风扇啊特别感觉非常深刻。咁咧跟住行上去阁楼度咧，我记得，哎呀，好似哇都又唔知平面呢个立体，真系太耐冇画画啦。咁咧就有个窗口嘅，窗口出边咧就。可以曬衫嘅，你要將樓梯行上去，
要曬衫。咁咧，嗰、那個係後呢、這個窗口出邊咧，就係一個屋檐嚟嘅，又係人哋嗰啲屋嘅屋檐嚟嘅。咁個窗口出邊咧，又可以隔離，又可以睇到人哋喺度露天睇戲。咁我哋有時免費咧就可以睇出戲，係啲露天嗰啲睇嗰啲黑白片，我記得。因為嗰陣時電視機都冇嘅，即係要好有錢先有電視機嘅。我哋啲梗係冇啦。咁有得睇戲，坐喺呢個屋檐，屋頂上邊睇戲啊，咁啊覺得好開心嗰陣時。咁係啦，最開心就係、是、第一就係睇戲，第二就係喺呢度掟掟嗰啲雪球啊，我自己自制。啲雪球掟出去，或者係咧食嗰啲冰條，但係咧記憶好深咧，就係、是、生凍瘡生到咧痛到啊！原來依家先知人生最痛嘅生，好似痔瘡咁生凍瘡係好痛嘅，生喺啲腳趾尾啊或者手指尾，哇！依家呢個痛我都，我覺得好似仲痛過生仔。因为生仔我不是很痛的，就是我那时有做麻醉的，那就没那么痛。那是的，这些就是那里的天气带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很不舒服，冻呢冻到零下，热呢就热到四十度。就是这些日子比香港真的辛苦很多咯。不过都过到来呢，即係都係一種好好嘅經歷咯。即係人咧，唔知即係困苦嘅日子未捱過咧，個人好多嘢都睇得理所當然。咁我就對呢啲嘢都覺得細個窮啊、受苦啊，其實係 OK 嘅。呢樣嘢係成就將來嘅。所以我依家對個女咪就係唔想俾太多零用佢，令到佢咧就太過奢侈啊，想買啲咩名牌啊咩嘢，但係亦都冇辦法，好多嘢即係時代變咗咯，我都唔可以話跟唔上時代。啊，以前我哋窮到飯都冇得食，咁依家佢唔會再有呢啲日子，或者以前係。咁样斗争文革，咁样斗过嚟嘅人，根本你斗我，我斗你，唔斗死都要斗到自杀，咁个日子过嚟嘅。咁但系依家边有，即系佢唔会遇到呢啲环境，佢遇到嘅环境就系督电脑啊、督手机啊、督平板啊，即系捉棋好似啊打机咁快啊。咁我哋谂都谂唔到嘅以前个时代，以前捉棋啊两个人咁样，一人一个喺公园度。因为好似依家咁咧，所以我都明白咧，即系时代变咗，你有啲嘢唔可以再系以前嘅教育方式咯，咪俾多少少钱佢咯，等佢即系冇咁憎我咯。因为佢依家咧好憎我，话我哋孤寒，话我哋咧就叫做你俾得起咩？即系我话你去嗰度买嘢。你俾得起咩？即系成日咁样讲，咁如果好似我阿妈咁啊，即刻出手就打噶啦，即系呢啲咁嘅侮辱，即系叫做好轻视嘅态度。我又冇嘢，我话系啊，我系穷啊，我俾唔起啊，所以唔好买啦。即系我觉得我做人系可以上可以落咯，呢样嘢都可能系呢啲经历带俾我。你无论讲咩说话都动摇唔到我自己嘅价值观嗰、那个諗法。除非当然我睇到书啦，书令我係有更加好嘅諗法啦，因为写书嘅人好多都叻过我啦。咁咯。所以其实童年呢啲开心嘅日子，其实最开心都是童年，即是依家谂法。虽然咧，即系俾我阿妈咁样，即系糟质啊，但是童年是开心的，因为冇咩责任感，净系掟下嘢啊，去睇下戏啊，
即系日日就冇嘢食嘅，冇嘢食咧，食到我阿妈话头发都竖起晒，佢先至买包奶粉俾我。咁呢啲日子就日日就俾佢闹咯，闹样衰啊！即系呢啲好记得嘅。虽然我其实喺内地读书都好叻嘅，但系总之就俾佢闹啦。一见到就乜你个样咁丑噶，咁衰噶，仲着件着条裙啊，成日着裤啊，点样点样，即系日日就喺呢啲。在这些闹之中过活，令到我就即是做人就是一个机器。摆衫的是啊，木柜来的。那些木呢以前即是那段时穷啊，木都没有的，即是去第二度運翻嚟咧，要藏好佢啊！因為如果俾第二個知道咧，你有木去第二度攞翻嚟咧，又係大件事。即係就算依家之前啲親戚俾我感覺都係咧，內地就算攞一粒米啊，都要付出好大代價。所以由呢啲嘢變咗，我係我覺得我好多嘢都可以捱得咯。就係因為當你見到人哋可以辛苦到咁樣樣嘅，咁我嗰啲叫咩辛苦咧？我又唔覺得咯。所以亦都令到我好大反差就，即係睇翻新一代係咁樣使錢法，哇！或者係咁樣叫做懶法，我又唔係幾睇得慣咯。不過都冇辦法噶啦，即係時代唔同，中間嘅世界。咪出世应该都系医院度出世嘅，系啊，即系隔离嘅啫，即系好近嘅啫。咁诶，出世翻嚟就开始俾佢闹噶啦。一出世就话我，哇，你个样呢度啊细，嗰度啊大，样衰到咁嘅。咁诶，由细到大就我就最记得呢样嘢啦。即系我大哥就好靓嘅，咁咪就赞佢靓咯。咁诶，我做亲咩佢都唔满意，都话你衰。咁诶。啲日子就係呢啲咁啊過咯，咁形成咗就佢一路咁話我衰，罵我衰，咪我變咗要一路好啦，一路好，咁啊一路都係向上咯，叫做向上爬咯，啊為咗生活而向上爬咯，或者為咗佢個慾望而向上爬咯，呢個就係我成個啊叫做。童年啦，或者系去到三十岁，我谂我都系咁样经历噶啦。都喺屋企嘅，佢哋嗰啲即系打工仔，咪朝八晚四咯。即系内地做嘢好冇咩，卅几蚊、四十几蚊人工一个月，咁咪冇钱噶，咪日日就喺屋企嗌交咯，冇咩做，但系又。又我妈妈又识车嘢嘅，即系我哋啲衫都系佢车嘅。呢个边度位啊？好似有部 E 车摆咗喺呢度咁上下，系啊，有部车咁车下嘢。咁啊车好多嘢，我哋咪有得着咯。如果唔系衫都冇得着，即系呢啲日子。捱过嚟哦，呢啲布就系嗰啲出边厂入边唔要嗰啲细细块嗰啲纱布，然后拼起嚟，咁诶整到大大块，再裁剪就做到件衫俾我，都做得几靓。佢成日引以为傲，话自己啊啲人话隔篱邻舍啲有钱嘅话咧，就人哋买嘅都冇我嗰件咁靓。咁係嘅，即係其實佢都叻嘅，識好多嘢。不過問題係佢有啲嘢個方向錯咗，所以咧形成佢即係到咗老咧都儲唔到錢，冇錢個原因就係全部輸曬。即係呢樣嘢又係令我係好難過嘅，即係我。好多時要同佢爭執咧，都係為咗呢啲嘢，即係叫佢唔好要
将自己犯嘅错误唔好再犯第二次。但系咧，佢系一个非常之硬颈，或者佢其实有啲边缘性人格障碍，所以佢改变唔到。咁但系冇噶啦，一世噶啦。即系有啲嘢咧，你自己做啲咩咧，你就得到咩结果。社会环境就系好有阶级观念嘅内地，所以依家点解咧？即系呢啲咁嘅运动，即系我都好热衷于即系去了解啊，去睇咧，就系内地农民，即系农户同埋城市人咧，嗰个唔同嘅，即系系两，即系属于系阶级嘅。农民咧就系最低阶级，咁我哋城市咧就高啲，咁样咯。咁阶级观念都好严重噶啦。咁同埋人啲人啊，中意讲是非，成日咧就系斗嚟斗去，人同人之间咧就好多嘢，即系我觉得好无谓咯。即系我嚟到香港好简单，就系努力就。赚钱啊，出头啊，唔会好似内地嗰种人事斗争啊，呢样嗰样，当然都有，但系冇咁复杂咯，冇咁，即系有时根本都冇，唔需要斗啦，大家邻居咁都要，搞轮，好无谓。即系所以呢个社会之前咪唔进步咯，一路就系搞呢啲嘢咯。咁嗰个文化。个文化就都有啲好事嘅，即系好似我女咁，即系嗰种咁自由，即系我唔系话反对民主啊，或者反对外国嗰种生活 style， 但系咧，我觉得又太过自由啦，太过自由形成咧佢嗰种自我膨胀嗰个谂法咧，不可一世咧，觉得我哋都不如佢咧。咁我就唔係咁欣赏，因为我哋嘅教育啊，虽然可能都有好多嘢唔好，但係起码呢就知道不足去争取呀、去胜。咁去修正自己。咁但係嗰啲自由太过自由嘅人呢，就样样都讲佢个人嘅权力呀、个人嘅权利呀、咁形成呢好多嘢呢就个社会亦都即系好拉扯得好紧要，即系好难去向上咁全力进步咯。所以我有啲嘢可能同即系嗰阵时个文化同埋依家嗰个同个下一代相处，好多嘢系有啲偏差咯，或者系有啲大家系好唔同咯。变咗系睇唔过眼咯，当然我都知道啊，睇唔过眼都系咁噶啦，即系大家都唔同世界，好难要求佢经历我哋啲日子，佢都完全未经历过，所以冇办法。哥哥咪学佢爸爸咁咯，打我咯，自处咪哥哥咪就系、是。又是不喜欢读书咯，咁识埋啲坏朋友咧，咪即系学校话佢识啲坏人啊，咁又是读书又唔系几得嗰啲咯，咁就生活就艰苦咯，即系冇嘢食，咁有嘢食就系买个面咁样出去叫我去买个面，或者佢整啲咩嘢俾我食，咁但系佢哋。都有一样嘢对我好好嘅，即系起码整嘢俾我食咯。即系我妈妈或者我哥哥整嘢俾我食嘅。咁我哥哥整嘢仲好叻添，即系佢因为学过整，即系嗰阵时嚟香港之前学厨房，去煮下餸，即系惊将来唔知搵唔搵到，即系搵唔搵到工作咁啊，所以佢煮嘢食好叻嘅。咁我咧就呢方面就差啲咯。所以依家都学紧咯，因为好少煮啊，我冇咩机会煮，都系佢哋帮手做。即系其实佢哋为咗生活或者系
養即係照顧到我咁大，都付出好大嘅努力嘅，所以目前嚟講，我個諗法都係要感恩咯，即係要照顧翻佢哋咯，即係所有嘅唔開心都係過去咗咯，即係雖然諗起都仍然係傷心嘅，但係。都已经是过去了，即是很多人没可能人是完美的嘛，那个霍金都讲啦，没有完美的嘛，那都要接受他不完美咯，那那过了他就算了，即是我成日要这样安慰自己咯，跟自己讲咯，包括我自己都是非常不完美啦，即是有很多问题，那就算咯，即是仍然是要照顾他们咯，即是现在那起居飲食啊，去收納整理啊，咁都係我喺度做咯。咁或者係佢哋啲經濟情況啊，都係我幫佢哋咯。咁而家就係、是，即係呢個童年就係帶俾我咁樣嘅感覺。氣味就冇乜味道，聞唔到咩味道。顏色咧，我覺得啊，佢有啲花嘅喎。好似有時候落雪啊白色，但有時咧嗰啲隔離鄰舍咧，內地都有種花嘅，種咗好多花咧，好靚。即係俾我感覺咧，同埋係西湖嘛，我哋喺西湖邊噶嘛，咁咧可以去嗰度，我又去嗰度打少林功夫啊，我記得即係練功啊，同埋嗰度即係嗰啲湖邊有啲楊柳樹啊，即係好靚嘅，我之後再翻去咧都覺得好靚嘅，其實同埋我哋嘅屋企都變咗 Marco Polo 酒店，即係咧個價值係不菲啦。咁不過唔係我哋噶啦，當然已經俾親戚佔有咗啦。所以其實好多嘅都有好多唔開心咯。即是在这个内地那种资源缺乏人之间的斗争啊，或者是争资源呢，其实都挺可悲咯。咁但是都不是完全是这样，都有些好人的，即是都有隔人邻舍或者什么大家好好的，不是个个是这样，人一定有好有坏的，都很难避免。有嘅嘢，嗱呢个系一个佢个爸爸咧，系一个佢都系一房啊。佢爸爸系一个干部嚟嘅，所以咧就有钱嘅。咁佢哋咧就比较有钱咯。咁咧就系、是、应该系个爸爸同埋妈妈，妈妈咧就第二次结婚嘅，跟住咧就有两个细路，呢两个细路依家都好大啦。一个嫁咗去台湾，上次好似讲两个细路，不过都大过我嘅，依家都应该大过我十几廿岁。咁两个细路，咁佢哋就比较有钱。跟住呢度嗰个走廊嗰度咧，住咗个阿婆，阿婆好老噶啦，同埋系我记得好似系前脚嘅，即系两只脚好行路好咩嘢嘅。依家觉得真系悲痛，即系以前啲。点会设计啲咁嘅嘢嚟害女人？即系咧又好臭嘅，即系前，跟住又要拎翻出嗰啲纱布，咁只脚梗系臭啦，成日焗住。咁嗰个阿婆都几惨噶，后屘唔知点样死咗。总之冇人理，即系到咗老嗰时候，仔女啊一大扎，但系咧你踢我，我踢你，最好就踢你呢个细细嘅阁楼仔。俾佢住，咁冇乜人理佢，都凄凉噶。咁最下边嗰户咧就系啦，有照顾过我嘅，我妈妈讲，我都记得，即系佢都几好，嗰、那个婆婆都几好嘅。咁有帮手照顾下，我都几开心。即系喺佢屋企咧，因为食得好啲，我阿妈成日话我咧。衰嘅，即系话我咧，一去到食饭咧就坐喺人哋嗰度
嗰張凳度，即係食飯台嗰度，都唔知自己唔好意思嘅坐喺嗰度，咁咧就等食。咁咧，即係我依家心諗啊，即係咁樣都可以話我啊，話我即係話我餵食啊，話我即係不知廉恥咁嘅意思啦。我調翻轉，即係依家當然嗰陣時就會覺得自己好好衰啊，好即係好似好賤咁。依家我先知道啊，其實係因為你嘅能力不夠，所以令到我要出去咁樣去揾食，即係咁樣坐喺人哋嗰度去攞食物。但係佢總之佢會有不同嘅方式，令到你會覺得你係好賤，你係好冇用，你係做錯好多嘢。即係佢就有咁嘅方式嚟折磨你，即係好似文革咁咧，有方式嚟折磨嗰啲人。啊，明明人哋係一個对社会好有贡献的校长啊，或者是什么知识分子，就是要这样折磨你整你。那我妈妈就是有种这样的烙印在她身上，所以她就会这样来对我咯。那当时小个就会好对自己好讨厌的，即成日都有种厌的感觉，即觉得自己做衰了，即那样东西做得不好啊，跟住好后悔，即好心入边咧，好唔开心，讨厌自己。后屘我先至咧，依家先至，所以依家真系好，先至知道原来呢啲嘢唔系我嘅错，系佢嘅问题。咁都有机会可以人生之中，仲可以有机会知道，其实都系几开心。吵吵闹闹咧，系内地就有嘅，但系嚟香港仲犀利。所以后来就离婚。内地就有呢，通常是我阿妈在那里骂她，即我阿妈骂我阿爸，但我阿爸就很少出声的。所以呢就，但一炒大镬呢，就是我阿爸呢就激气得滞，就打她。跟住呢她就流血啊，剩呢咁就报警啊，来香港。所以内地都是少的。内地少的。即是得肢体冲突少啲，就系得个嘴，我阿妈喺度日日闹佢，即系佢除咗佢屋企虾两个人，除咗我之外，就系我爸爸，其实都惨我爸爸，即系成日都俾佢咁样闹法，但系都冇办法，佢又比较懦弱，不过可能同我阿妈一齐之后，仲更加懦弱，更加系惊，咁咪死啦，所以就成日俾闹。住在一个80尺的板间房里。但我女儿现在的间房还大过那个嘛，我成日都跟她讲的，当时呢一间房啊，那里呢就有个碌架床，碌架床呢就两层啦。咁但我阿爸呢就好叻木工的嘛，佢上面再搭多一层。咁即係有三層嘅，最下面嗰層可能四尺嘅，唔知道有冇四尺。跟住呢就呢度到門啦。咁呢度就有張台啦。咁嗰張台呢就接台。咁要食飯就起啦，冇食飯就拆啦。咁呢度呢就床下底呢就有啲櫃桶啊，唔係，有啲膠箱啊，攞嚟擺下衫啊，擺下啲雜物。咁就全部嘢就喺度，系啦，80尺，喺深水埗，唔系好耐咋，因为我哋呢啲房搬几个月又搬一次，我有喺嗰个Google 嗰个 Evernote 嗰度 mark 低嘅，即系几个月又搬一次，几个月又搬一次。搬得几密下嘅嗰时，唔知点解，仲搬屋咧就好记得，就我阿妈我阿爸攞个平嗰啲车咧咁样推我，叫我坐喺嗰个桶入边。咁我记得咧嗰时，即系坐喺嗰度咧，好多嗰啲人望住我，即系唔知我系拐带儿童定乜嘢咧，我唔知当时唔知，总之当时觉得好丑咯，即系佢做好多嘢咧系好令到我好丑咯，咁但系。
依家谂起咧，真系，即系我父母嘅能力真系不够咯，所以形成咗嗰啲细路咁多嘅问题咯。即系细路之所以会咁叫做咁懦弱或者咁怕事咧，多少都父母都有关。所以我点解依家我谂我如果十年前绝对唔会参加呢啲咁嘅认识嘅嘢嚟倾诉自己嘅，或者将自己嗰啲创伤啊、疤痕啊、啲衰嘢啊摊晒出嚟，以前唔会嘅，以前全部收埋，收得越埋越好。咁呢个改变就系话，我觉得要即系好多嘢要改变咯，要去面对同埋要去试咯。所以我呢样嘢我系成日同我女讲，所以佢咧都好似都几好嘅，即系话点解呢样嘢新嘅嘢，点解唔试下啫？试下啊嘛，衰咗又冇嘢嘅，咁佢变咗佢系中意试嘢咯，新嘅产品、新嘅乜嘢未学过嘅乜嘢都可以去试下，试下就人生有唔同嘅体验。咁呢样我觉得都系我教细路。教小朋友之后想新教他们的东西，就是不断创新去试试新东西，想新东西，那挺开心的，所以我自己都会这样。我爸爸妈妈去最底层，我哥哥应该是最高层，我呢就中间这里那层，这样有时就我睡这里没有定的，即系边个早瞓就边个瞓边度咯。我记得我就通常呢度，咁咧我冇好少衫嘅。我记得咧，我要翻学咧就着校服咁啊，好好啦。但系咧有阵时系唔使着校服嘅日子咧，咁我就即系好闭翳啦，谂唔到要着咩衫，因为我冇衫着。咁咧冇咩衫嘅出街，好少啦，好寒酸啦。所以咧，成日咧就惊俾人睇唔起，即系嗰阵时真系太多嘢惊啦。我依家谂起咧，就系、是、因为即系屋企个环境唔好啦，同埋父母嗰种咁嘅教育方式咧，即系令我更加多嘢惊。所以我依家就调翻转头行啦，同我个女咧，我系乜嘢都叫佢唔使惊，怕咩啊？咪试下咯。做咩事啫？又唔使死嘅，咁诶，乜嘢都叫佢试，所以佢真系，我依家谂下咧，佢都好犀利。即系佢，我讲出去，即系有时同家长分享啊，讲佢话呢个系一个人嚟嘅，即系做嘅嘢，佢做，即系我带住佢一路小学做嘅嘢，人哋以为系几个细路先做到，佢无论去即系运动啊，全港排第八。当然是遗传了我啦，我细个运动都好好嘅，不过依家就当然是一塌糊涂啊。咁咧就即系音乐、运动啊、成绩，佢真系好全能嘅嗰种发展。咁我觉得就系、是、我就觉得要咁样教佢咯，即系唔好再去扼杀咗佢所有嘅嘢，要不断咁将佢咧开枝散叶，等佢咧。知道是可以做到的，冇嘢是做不到的。咁果然佢真係做到喎，即係佢可以一路 keep 住校制。因为点解我要运动呢？呢样嘢又係我觉得内地非常好嘅一样嘢带俾我呢，就係运动。因为嗰时我成日去比赛嘅，我都係即係有田径，成我记得好早啊，一早六七点钟就去跑噶啦，喺学校跑圈、跑圈、跑圈，即系形成咗个人个坚韧度咧，系好难，系一世都磨灭咗嘅，一路都系会维持嗰种运动精神。所以我咪好细个就叫我女去咯，咁一路运动，佢根本唔使点练，去到都系可以前三名嘅考制啊、区制啊，咁。即已经是好像习以为常，他有一些天赋啊，可以说。
因为我细个都系跳远都系比较强，当然我跑步都好强，但系佢次次攞奖都系跳远咯。佢根本唔使练都可以一蹦一下就跳到咁远，根本即系呢啲系都系天赋嚟嘅。但系佢懒啊，佢冇我咁勤力。系啦，即系好似我女咁嘅年纪咯，我女即系大咗我两岁，所以佢成个经历，佢由零岁开始，哇，一路陪住佢成长，嗰种勾出嚟嗰种刺痛，譬如话即系有一次咁，佢即系太过自由，咁食嘢咪跌咗落地下，自己即系好唔小心，咁我都冇嘢，佢仲哈哈笑，因为我从来唔会为咗佢呢啲错误而去砸烂佢，但系我即刻挑到佢神经，我阿妈当时哇嬲到碾我啊剩，哇嗰种，唉嗰种痛真系，依家回忆起上嚟都好痛咯。而佢一路成长去到十二岁啊，佢一路咁片段一个一个勾起一个，真系嗰阵时系我又去见社工嘅，因为我冇办法平衡到我自己啊。即系成日都会有呢啲画面出嚟，但系呢啲画面系我未生我小朋友之前从来都冇嘅，即系证明其实我将佢收埋得好密嘅，将个潜意识嗰度嗰个咁嘅创伤就匿埋一二个，就系我个女将我挖咗出嚟，咁啊嗰阵时好惨，即系我试过有一次喊咗三夜，即系讲起呢啲嘢，即系第一次。咁经过咁耐先至叫做即係喊得好啲囉，即係叫做喊完都仲同你讲到嘢囉，咁都係进步咗囉。我有同佢讲过呢度囉，佢都有知下，佢话住呢度呀，咁厕所呢佢有问过嘅，佢有问过嘅。其实佢比起佢同学呢，佢成日话自己就系已经系最悭健嗰个噶啦。佢话个同学日日，佢话你啊喺屋企日日食三餐，人哋啊落去下边啊食咩影相影出嚟咩好嘢啊，成日日去出街食饭食咩好嘢。佢话我咩都冇，即系佢都觉得好委屈。而我咧已经觉得佢系唔错噶啦嘅生活，所以个指标好难定咯，即系佢识嗰啲人可能系住豪宅，可能即系人哋个生活水平点高，点样使钱，根本啲钱都唔系自己赚翻嚟，咪梗系中意点使点使。但系我哋唔同啊嘛，咁所以我想教育佢正路少少啊，即系知道个钱系唔容易赚嘅。但系佢咧就觉得我咧就即系太过孤寒，即系冇钱。即系冇用，即系佢会咁样鄙视我 OK 嘅，佢鄙视我冇钱，我话系啊，我冇钱嘅，我即系我冇本事搵唔到钱嘅，但系即系所以你唔好咁即系使咁多钱，咁佢好啲咯，即系其实佢唔算使得多嘅，如果以啊同佢同年龄嘅细路嚟讲，嗰啲好夸张嘅，佢话去旅行，佢见到噶嘛，即系佢内地嗰啲小学嗰阵时去四川嘅乜嘢。人哋一日啊，嗰啲底衫系新噶嘛，一日掉一件，一日同嗰啲国际学校啲人咧饮嘢，饮一啖掉咗，跟住再买多 seven eleven 买多一支，佢话又唔好饮，又掉咗，佢话咁嘅，咁我唉，我唔识啦，我总之我个环境就冇呢啲环境啦。